John Paul 的跳跃猎人。哎呀，各位观众，糟糕了，糟糕了，我打不赢了哦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哎。演讲讲过了吗？恩怨报君一了。我刚才有几个技术呢，讲的是我们昨天一直被烧到。纸短情长，嗯，上个学当时念小大学，我的歌学还是关于你啊，还是用刺的比较快啊。可是我觉得这次可以跟他近战哎，因为他又没有什么龙岩伤害，跟他近战定了。哎，那是我们的宠物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像。啊，好痛哦！那一只鸟一直偷射我，是怎样？我知道为什么它叫跳跃猎人了。哎呀，如果没有那个怎么跳？天哪，我真的是一个笑话哎！我已经开始打不赢了。哦，该还呢。哦，所以观众啦，你们跟我一样的话，就只能一直练等啊。你这样该扣人的。我多啊，这游戏就是这样。这我现在要干嘛？就是提升战力，是不是？我没有想过我会输啊。谁知道？我一直以为我会赢呢，其实。哎呀，我不知道。那打不赢就是一直练等，普通狩猎，先不要打 boss， 把自己的 level 给练上去。我觉得要出聊天系统哎，其实。啊，我猜这个游戏这么红啊，没有聊天系统，真的太可惜了。好吧。是的，收集到的东西可以做什么？啥？你完成 mission 就对了。再见。那怎么提升战斗力呢？啊，现在整一直赚钱是不是？也是。嗯，好吧。